一段事情发生，每人有一个故事，每个晚上都有一个故事，每人有一个梦想，每个晚上就等待有大把人有梦想。安全的晚上就有个舒服的屋企慢慢响，不安全的晚上一落家就被人抢。这一个晚上就有条毛女揸住杯酒坐喺度胡思乱想，系胡思乱想，谂埋啲嘢要形容佢咧，就真系十分抽象，冇乜纹路又真系反映到呢兜友，佢真系冇乜嘢做，冇乜嘢做，咪打张凳仔坐喺个窗台度等几粒钟，等到大雾。心上人飞，一个人回到家，我在头望住个月亮，想下想下想到流眼水，这个晚上他一定立晒水，有没有需要寒滚女我来睡。微微合合心凝如破碎瓦砾，无奈是你又痛爱得痴乏味，难避免伤心的人是你，但系加多两个晚上，佢就身难出动，约埋班 friend 一齐出动去打洞，四围去搵女，去饮嘢吹晒水，所以话一到晚上啲人就自然会特别多嘴，有你有我有佢，物以类聚，唔好再匿埋一个人流埋啲好闷嘅眼泪。